你嗰個講平安夜嗰晚發生咩事？你睇緊份口供咪寫曬咯。嗱，今日我哋 P 完咪當演揸車翻歸㗎啦，點知咁好彩俾我哋撞正毛波，就叫我哋吹波仔，吹完一次又一次，咪就係之前我哋吹係10嘅，不知幾開心。如果即刻走得啦，不過我差人話部機壞咗喎，要去吹多一次，一吹完就話超標，仲落埋 charge 添。 但系份報告淨係寫你哋吹咗一次嘅機，讀數係70度。之前10度嗰次就冇落報。你哋今次真係好彩。你講咩啊？第一次嘅測試結果同第二次嘅測試結果相差咁遠。 最有可能其中一部機係壞嘅，但係壞嘅機點解會係第一部？壞嘅機點解唔可以係第二部咧？佢哋冇檢查過第一部機，就冒冒然斷定佢係壞，認定咗第二部機係正常。咁即係話佢哋對你哋係有偏見，一早認定咗你係有罪。咁樣對你哋已經構成不公平啦！嗱，我不嬲都話啲死差佬啊，硬係對我哋啲二世祖咁唔公平㗎啦！我哋可以申請呢一次測試無效。